这拢爱怪我。伊的时阵，我若是有甲小叶触动，莫予伊对冠廷去，安尼就袂有代志。即马讲这就无较早了。妈，你莫再哭啊！爸，讲来讲去拢是我唔对啊，是我抓到好爷，又搁无甲小叶保护好势，才发生这种代志。要骂都骂我就好啊，是我对不起小叶，妈对不起恁大伯，我伫这跟恁大伯回事嘞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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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。莫搁安尼一直鞠躬啊啦，阮就当袂起啊。你就算讲哦，搁鞠一百个躬嘛无效啦。阮小叶若是有三长两短哦，你袂起，你要安怎弥补？哈？好啊，老胖的啊，莫搁讲啊啦！你无看到冠廷，我艰苦，我伤心的，我需要你骂伊啦。阿爷啊，你莫莫生气啊啦！即马上重要的，就是大家拢爱先冷静落来。等小叶醒来以后，大家哦，就好好甲伊安慰，好好陪伊啦，大姐，小叶遐尼乖，遐尼善良，遐尼友好，天公伯也是安怎安尼宠着伊啊？啊，自细汉到大汉，啊，伊食遐尼济苦，今仔日啦，为着你，你看人倒伫咧病床，你真敖啦你。阮小叶遮尼啊善良的查某囡仔。天公伯袂对伊遐尼啊残忍的啦，我相信，伊只要这个坎若过哦，以后小叶哦，拢会平安顺遂的啦。哎，小叶，小叶，小叶，你醒啊！怎么办？哎，你今物感觉安怎？哈？妈，妈妈在家了，别惊吼，别惊。我不担心。有要紧无啊？我不要紧。我不担心，你当平安无代志就好。老婆，歹势啊，拢是我害你受伤。小叶，你莫乌白叮当啦，莫激动啊，哦。来，囡仔，啊。恁大家是安怎这个表情啊？我囡仔是安怎想？刚刚我的囡仔无，恁讲话啊！我的囡仔到底是安怎啊？啊！你放心啦，你的囡仔哦，甲你同款啦，同款坚强啦。就算讲哦，受着遐尼大的惊吓，伊嘛是阁乖乖伫咧你的腹肚内底。康小姐。是真实的啦，我无骗你啊！好佳哉，你甲我的金孙哦，拢平安无代志。我的好媳妇，你受苦啊！那真正无代志呢？你拄则大家是安怎要表情啦？你即摆人哦，你倒伫病床顶，你若人无去，我会惊咧。小叶啊，我看到你安尼哦，妈妈就对心肝啦。我阁想着你细汉的时阵，你放无去，啊，你一个人伫外口，唔知影想过我这伤害。
啊，我煞袂用个伫你身躯边，甲你小小呵护咧，啊，甲你保护。我真正是一个足失败的妈妈。哎呦妈，我无代志，你慢慢呢，啊，而且都较早代志啊，你啥都要提起啦。宝贝，爸爸妈妈是咧唔甘你啦，你是知哦。你家己有心，你安尼个哈冲动去走去山顶，足危险的。哎呦，是嘞啦，爸妈，我无代志了，我刚田野嘞，对无？你小看小，我就教我就好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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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有病病大。什么嘞无代志？你才是叫我大出血，我安尼无要无紧，大志我真正听袂落去，我要做对心肝。啊！你两个好啊啦，好啊，起来啦！你小叶安尼有伤，你安尼个地，那带袂出气啊！啊，歹势歹势，我走不掉，你身体有困哦，歹势啦。是啦，小叶，这几天吼，你着好好伫咧病院调养，啊，厝内面的代志你拢唔免烦恼啦。啊，你哦，着爱赶紧好起来，要若无，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面对亲家甲亲母。妈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自责啦，这甲你又无关系啊，是我家己坚持，一定要去救冠廷的。这哪会无关系啦？你是为了要救冠廷，唔才会受伤。我心内吼真正足感激的，阿嘛感觉足亏欠，足唔甘的。小叶，多谢你。傻瓜，阿无讲啥物多谢。小姐，啊，你哪一个人徛在遐？过来啊！你的病是安怎？谁给你爸呀？恁爸给爸的啦，谁叫伊嘴啊？乌白纠缠。大小姐，你唔通误会，我江小姐吼，听你都迷糊啊，我都可能纠缠你啊，我是看你着伤流血哦，我是讲哦，你囡仔一定闹体啊。我咧讲啊，小叶甲伊巴肚内囡仔好势好势啦，你袂晓咧警告，你这个嘴吼，以后落去讲遐话无的吼，这敢不是白水面，要嘴要天起来。我知我知，大爷我唔敢我唔敢。今麦五千万，许蔡良摕转去，我嘛啥物拢无摕着，颠倒又搁个好药结合顽笑，哎呀，真正是白了工啊！这天公伯啊，哪叫我创敌人啊？老公，啊，你是不是让我惊着啊？那边是安尼歹看，我当然嘛惊着。你就莫真啊冲动，你是安怎？你敢知我看到你走来给我救的时阵，我惊死你妈，也嘛死呢？我就是烦恼你啊！我猜，不过你的生命是比我搁较重要的。万一你有啥物事干错，我真正一世人拢无得原谅我家己啊！大宝贝。都是饿不饿？那我先去吃啥？爸爸来的。不饿，阿姆哥，我想要啉果汁。你是想要果汁？啊，你想要啉西瓜汁，啊，想要啉苹果汁，还是奇异果汁？有心的人袂爱啉西瓜汁啦，受冷啦。好吧嘞。奇异果应该无。哎，葡萄汁较好，葡萄汁补血啦。好嘞。冇要紧，你就讲你爱啉多，你咪注意。我想要蓝苹果了没？我也到底是甲蔡良讲啥？伊敢会知影？其实这摆是我甲虎爷的阴谋。